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左晴。今天是2021年4月12号星期一，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JLTV 新闻早报，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客户端同步收看本栏目。那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我省大部分地区都有雨夹雪或小雨。今天我省气温有所下降，长春小雨转雨夹雪，最高温16度，最低温-3度。而明天呢，我省气温将会骤降，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降至10度以下，提醒您注意适当增加衣物。另外呢，预计今天我省中西部地区有5级左右西南风转4级左右偏北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7到8级，其他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转偏西风。吉林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和吉林省气象局昨天下午继续联合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今天下午全省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昨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介绍，截至4月10号24时，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1亿6447.1万剂次。米峰表示，接种疫苗是防控疫情的有效手段，但是近期个别地方强制要求全员接种，必须坚决予以纠正。近期全球疫情再次反弹，我国边境城市瑞丽出现了聚集性疫情，提示外防输入、人物同防仍是当前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接种疫苗是防控疫情的有效手段，我国目前正在应届进阶按梯次对重点地区、重点人群、重点城市加快推进疫苗接种。截至4月10日24时，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1亿6447.1万剂次。近期个别地方在疫苗接种工作中出现了简单化甚至一刀切的情况，强制要求全员接种，必须坚决予以纠正。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首席流行病学专家吴尊友表示，近期虽然天气回暖，但是疫情防控不能放松。同时，云南瑞丽疫情的发生也说明，目前我国疫情境外输入压力没有减轻。最近呢，在亚洲某个国家，那么它的环境气温30多度，那么近一段时间呢，每日报告病例数啊，这个大幅度的上升。这个从8万、10万，到昨天更是达到了日报告14万，超过了这个巴西，超过了美国。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防控措施落实到位，这个最重要。那么瑞丽的这起疫情啊，给我们2点启示。第一个呢，全球新冠疫情啊，仍然处在大流行的一个高水平流行阶段。每日报告病例数还是维持在30万到50万的高水平，那么境外输入的压力没有减轻，同时由境外输入造成局部疫情扩散的风险依然存在。那么第二点的提示呢，虽然我国经历了严冬和春节人员流动的大考，但是呢，常态化防控的措施一点也不能这个放松，特别要提醒啊，不要以为春暖花开了，疫情过去了，我们的防控措施呢就可以松懈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呢时刻这个注意，保持常态化防控的意识，个人的防护措施，戴口罩，这个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常通风，这些措施呢一定要坚持。被春耕时节，我省各地以农业科技引领，突出推广新模式、新业态，提升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发展水平，让黑土地的活力持续澎湃，为全年粮食稳产高产打好基础。
这里呢是位于大安市中科百奥格林公司的舍利镇土地整治的项目现场。那么从我身旁呢可以看到推土机挖掘机齐上阵，眼下项目的土地平整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以及田间道路工程还有生态工程的几项工程都在有序的共同推进。那么在以往呢，我脚下的这片区域呢其实是荒地，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盐碱地。但是自从大安市对全域土地进行综合治理开始，昔日的一些以干旱盐碱著称的区域也逐渐的沙消减淡，由白变绿，正在成为重要的粮食增长机。这个项目区呢，现在我们大概是222公顷，这我们今年要全部整理出来。我们初期呢做那个工程项目，土平、沟渠、排沟的建设、排渠的建设，这样在5月20号呢，我们全部把那个工程结束，这样进入插秧阶段，争取呢在这个6月5号之前呢全部完成插秧。像这样的规模项目区呢，我们还有4个项目区。在新增耕地面积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保障的同时，我省还加大了田间管理的现代化水平。在吉林省云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植保无人机展厅内，前来参观洽谈的种粮大户合作社负责人络绎不绝。以前我们产农药都是雇人工，就是人工割谷杯子，每天能打个30亩地、20亩地的肋骨下。现在这个无人机就好了，一天能打1000亩地，特别方便，省工省时省力。与此同时，我省今年还加强监测预警，加大干旱、洪涝、台风防灾减灾和病虫害防御防治力度。在产粮大县梨树，国网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们正忙着架设线路，为病虫害监测设备的安装做好前期准备工作。按照计划呢，今年我们又增加了35台套病虫害的监测设备。这些监测设备呢，主要分布在全县的各个乡镇。可以说，我们这个病虫害的监测设备呀，在全县已经实现了全覆盖。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4月10号18点10分左右，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雀尔沟镇增源煤矿矿井在技术改造过程中突发透水事故，导致井下断电，通讯中断。事故发生时，当班井下29人，已有8人安全升井，还有21人被困井下。由于井下一直透水，为了提高抽水效率，今天凌晨1点左右，一台大功率潜水泵被送往井下。事故发生后，8支专业队伍、1400多名救援人员投入到现场救援。由于井下透水现象仍在继续，救援指挥部紧急调集多套抽水设备进行抽水作业。这是一台抽水能力为每小时725立方米的一个大型的潜水泵。那现在我们救援人员呢，要通过上面的这个单轨吊把它运送到井下。那它一旦投入使用，我们整个救援现场的抽水能力就要比现在高出将近1倍。到今天早上，救援现场共安装了7台抽水机，每小时的满负荷抽水量达到1600多立方米。同时，救援人员严密监测井下空气质量和水位变化。对井下的被困人员，如果说他的瓦斯、一氧硫化氢的气体如果说有超标的可能性的话，会对井下被困人员造成他的气体情况。但是现在唯一一个好处是他的氧气目前现在监测到的是20%以上，但是水位还在不断的上升，现在是每30分钟上升0.5公分，前期的是每半个小时上升的是3公分、3.5公分，较前期是有下降趋势的。近年来，我国短视频行业发展迅猛。那与此同时，由短视频创作者发布的一些视频，对以综艺、电影等为主的长视频内容造成了侵权，导致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时有发生。近日，70多家影视传媒单位和企业发布联合声明，呼吁短视频平台和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提升版权保护意识。如今，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专业从事影视素材搬运的账号层出不穷。相关监测数据显示，热门电视剧、综艺节目、院线电影是被侵权的重灾区。专家指出，当前常见的搬运、切条、任意剪辑等均属于侵权的范围。搬运呢，是指将他人制作好的短视频直接拿来主义，放到自己的账号上，放到短视频平台上进行传播，这是直接的一种侵权。切条是指将原本完整的长视频，也就是电影或者是电视剧的长视频，分割切成一条一条的短视频，精彩看点或者是快看等方式，则是以改编、
编辑的方式，将原本的长视频缩短成一个短视频，还有一些比方 AI 换脸或者是后期自行配音等等，这种方式也都是属于二次创作的方式，利用长视频制作短视频的情形，是需要经过原权利人的许可。近年来，相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更是层出不穷。根据12426版权监测中心发布的2020中国网络短视频版权监测报告显示，仅2019年至2020年10月间，就累计监测疑似侵权链接1602.69万条，独家原创作者被侵权率高达92.9%。基本上我们热播剧一上线，然后可能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在这些短视频的平台呀，这些媒体的创作者其实就已经把它做了什么切条，然后包括就是还有各种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这种形态，那基本上你都不用来平台再看这个剧了。这个对我们本身平台的这个本身业务发展来讲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每年这样的案件的话也得是在几十起上百起之内。今年315晚会上曝光了多家名表维修企业存在着骗取消费者价款、小病大修等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情形。4月9号，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辖区内一家涉事企业开出了100万元的罚单。我身后的这家店呢，就是315晚会曝光的其中一家名表维修企业。可以看到呢，这家店目前仍然是一个正常营业的状态，但是呢，在进门的这个墙上已经拆除了当时挂在这里的亨德利钟表集团的字样，而且在接待处的这个后墙上，当时呢是挂着这个授权书的牌匾，现在呢也已经被拆除。在他的这个接待处的后墙上呢，有这个香港亨德利钟表集团对当事人的一个授权，授权有效期呢是2019年5月到2029年5月。但是经我们通过香港投资推广署的网站查询呢，香港亨德利这个钟表集团这家公司呢，在2019年3月份呢就已经注销了。还有一个呢，这个香港这家亨德利钟表集团呢，和我们日常熟知的这个亨德利是不一样的，它也是非正牌的。然后这样呢，产生了一个误导消费者的效果。不仅在商业宣传上误导消费者，今年315晚会曝光了这家企业存在名表维修骗取消费者价款、小病大修的问题。在315当晚，执法人员从其经营场所维修柜台处选取两块手表，一块是瑞士进口的宝奇莱牌手表，维修单写明的维修项目是换自动轴，收费4850元；另一块是国产的伊波牌手表，维修单写明的维修项目是更换游丝，收费580元。而上述两块手表经专业检测机构鉴定，结果均与该店维修情况大相径庭。国产伊波这块手表呢，鉴定结果是此表零部件呢未见损坏，也就是说它不需要更换游丝。宝奇莱牌这手表呢，当事人在收这块表的时候声称呢可以更换原厂件，但是呢他只能提供那个渠道不明的二手件，他这块呢也没有向消费者明示。依据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该企业共计处以100万元的罚款。金榜题名是努力求学的学子们的梦想，眼下正值各大高校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季，而就在这两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公布的一项处罚决定却引起了高度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在官网发布法律硕士2021年研究生的招生考试复试成绩公示，其中有多名考生在复试专业课和综合素质面试中获得了0分。我们都知道初试获得高分才能进入复试，那复试成绩为何被判为零呢？我们先来看这起事件的经过。4月7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在官网发布法律硕士2021年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成绩公示，其中有考生在复试专业课和综合素质面试中得0分，而这些考生的初试分数大多在380分左右，还有的达到400多分。初试分数不低，复试却考0分，这是怎么回事？有考生在评论中表示，说了复试相关内容都记0分，而自己说了复试题目。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9号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发布公告作出回应，表示经过全面深入的调查取证，慎重认定有22人复试得分为0分，原因是违规泄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发布的情况说明表示，
部分参加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非法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复试的考生，因违反考场规则和考试纪律受到处理。学校表示，经过全面深入的调查取证，慎重认定有22名复试考生确实存在实质性透露复试内容等违纪行为。考前，每名考生签署中国人民大学2021年硕士研究生诚信复试承诺书，并郑重承诺，保证复试过程不录音录像，不保存和传播复试有关内容。该22名考生的行为违背了复试承诺，违反了考场规则，破坏了考场秩序。经学校研究决定，取消该22名考生一志愿复试相应科目考试成绩，给予记零分的处理。中国人民大学及时调查取证，并且决定给予涉事22名考生零分处理，这是所有考试管理者、规则执行者都应该做到的。那这些准备报考法学院的年轻人，他们还没有迈进学院的门槛，就已经被上了一堂最基本的法治思维课、规则意识课。志在学法的考生更应有法治思维与规则意识。希望这22位年轻人能够吸取教训，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守法、遵规、有诚信的人。如今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每当有新的科学名词出现，相关的美容养生保健类产品就会紧随其后横空出世。过去呢，有基因，有纳米，现在又有了量子概念的产品。那么这些打着量子旗号的高科技产品真的有那么神奇吗？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调查。李永乐是一位中学物理教师，有学生向他请教量子足浴盆的科学原理。这名学生的妈妈花了10000多元钱买了一个量子足浴盆，把脚放进去之后，泡脚水就会逐渐变色，脚上还会冒气泡。推销人员说，这些析出的杂质就是在量子科技帮助下排出的身体毒素。这个量子产品了吧，太好了，青蛙往里一盆水泡半个小时，身体里面毒素排出来。咱们的目的是通过排湿、排寒、调理，不去医院，少去医院。不得大病，少得病，这款仪器就是管这么大的用。李永乐告诉记者，所谓的量子泡脚盆应用的只是中学化学中的电解知识，与量子毫无关系。原理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在通电的情况下，那个金属的电极呢会发生电解反应，一部分金属就会溶解到水里面。那么不同的金属离子和不同的化合物呢，它会有不同的颜色，可能是绿色的，可能是褐色的。本质来讲呢，就是像铜、铁、镍、镉这些重金属。打着量子旗号的高科技养生保健产品，不仅对排出人体毒素毫无帮助，还会对身体健康带来伤害。重金属离子它是有毒的啊，人如果喝进去的话会中毒，如果接触到这个皮肤啊，也会对皮肤产生很多比如过敏这样的反应，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对身体没有什么好处，还会很有害。量子足浴盆采用化学反应混淆视听，而另一款量子神梳则凭借专利将产品包装成高端科技的模样。记者查询了量子神梳获得的专利号，发现该发明专利的名称与内容是免洗头梳子，通过设置复位压簧、除垢通道等，以实现在梳头的过程中对头发和头皮进行清洁，和量子没有任何关系。而美容院宣传的量子细胞导入仪器使用的仍然是射频原理，医学专家表示，射频美容仪器的原理也和量子毫不相关。通过这个电流在皮肤组织当中的这种作用呢，那么它就可以在皮肤当中产热，来达到加热组织，产生一个局部的一个热的效应。那么由热的效应呢，那么就会刺激这个胶原纤维新生，那么这是它射频治疗的一个原理。我们看到这些打着量子招牌的所谓的高科技产品，其实和量子这个概念并无关系。那么到底什么是量子？量子真的可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吗？继续来看报道。构成物质的最小单元是基本粒子，而量子是质量、能量、体积等各种物理量的最小单元，它也是以某种粒子状态存在的。例如我们看到的一整片明亮的光，进入微观世界后可以发现这片光是由无数光子组成的。作为各种物理量的最小单位，量子不能再进行分割，它具备很多特殊的性质。
电子不是一种物质，而是一种特殊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个特殊的状态就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性质，这些性质和我们平常生活中的这个直觉是不一样的。记者了解到，量子的状态需要非常极端的条件才能实现，这些极端条件包括极低温、强磁场、超短时间等等，使微观粒子进入量子态，展现出量子的效应并为人所用，需要极其高昂的经济成本。这个要维持这个量啊，经济上是非常昂贵的。这一套这个设备下来大概是1300多万的这个样子，它叫稀释制冷机。我们大家理解它就是一个冰箱就可以。只不过它这个温度呢特别低，-273度左右。空气这个温度的时候，早都变成这个液体和固体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量子效应才能展现出来，保持一段时间，使得我们呢能利用这个量子的这个效应来为我们工作。专家表示，目前量子科技主要应用于超导量子计算机、量子蜜月、量子通讯、量子激光武器，包含金融、国防、通讯等领域的全球量子通信网也正在加紧构建。由于量子态所需的极端苛刻环境与高昂的经济成本，截至目前，量子科技没有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所有打着量子旗号进行营销的日常生活产品全部为虚假宣传。科技的发展在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除了有关量子的虚假宣传之外，手机信息安全也同样不容忽视。如今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手机了，为了升级迭代买新手机，很多消费者都会出售自己的旧手机。那么出售旧手机的时候，手机里面存留的各种信息您会如何处理呢？隐私是否会遭到泄露？手机信息是否会被不法分子收集利用？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在南宁街头，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市民。对于手机留存的数据是否安全，有些市民并不是很在意，但有些市民因为害怕手机数据泄露而不敢出售自己的旧手机。给家里面的人用，很少卖手机。反正我拿去的话都会恢复厂设置，但是我也还是担心。通过采访，记者发现很多市民在更换手机之前会将手机清空，也就是恢复出厂设置。不过，恢复出厂设置后，真能把数据清空吗？记者随后打开以网络交易平台，通过搜索发现，有许多可以恢复手机数据的商家，每次恢复的价格在800到2000元不等，但并不能100%保证恢复全部数据。在南宁某手机品牌的售后服务点，记者提出想要恢复手机数据，这里的工作人员这样回答了记者。那把这种数据还原的，就去看你的数据值不值钱了。这种都是要专门的人去做才得的。是只要有硬盘都给我还原是吧？要看你的硬盘拆下来能不能读取，能读取就能拿得到。这位工作人员口中所提到的专门的人所使用的就是一种名叫取证系统的终端设备。网络交易平台的许多商家也都是利用这种设备恢复手机数据，它能够完整获取手机中存在、隐藏以及删除的数据。比如通话记录、短信息、联系人以及多媒体文件等数据，只要你的手机内部硬盘没有损坏，即使将手机系统清空并恢复出厂设置，也是一样可以恢复你的手机数据。比如说你手机还正常使用，你卖给一些不法分子的，可能说它里面有的信息啊，他们可能会查得到。相关人士提醒，在处理旧手机时，可通过删除内存、用第三方刷机工具进行一键刷机等方式来彻底清除个人信息，避免隐私泄露。现在呢，很多人都喜欢在网上秀才艺啊，秀厨艺啊。那近日，四川自贡的一名女大学生就在网上秀起了自己动手烹饪小龙虾的视频，结果引起了当地消防部门的关注。这是4月4日在网上的一段视频，视频展示了一名女学生自己动手收集食材，然后在宿舍烹饪小龙虾的过程。视频一出，吸引了不少网友的关注，网友在眼馋美味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这名女学生在宿舍违规使用了电器。不少消防意识强烈的网友立即 A 探了消防部门。通过各种信息反馈，这段视频定位到了自贡某高校。4月7日，自贡消防部门和校方沟通后，找到了视频中的学生。校方、宿管老师、消防部门一起对这名学生的寝室进行了突击检查。
你那个按照要求的话，在学生宿舍里面是不是允许使用这种大功率的电器？因为你们那个电器线都无法活载这么大的负荷，这样子的话容易引发电器线的火灾。消防执法监督员现场告知学生使用大功率电器的危害，并对这名学生进行了安全教育。学校方表示，他们一直很注意对学生寝室的安全检查，不过还是有同学违反规定，下一步要继续加强校园内部的消防安全管理，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消防提醒，宿舍一直是校园火灾的高发地点，在校师生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防患于未然。小龙虾虽然好吃，但消防安全更重要。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惊险的瞬间。前几天在黑龙江七台河市，一位男子突然拿起尖刀冲向人群，幸好现场有一位正在休假的民警直接从男子身后夺刀将其制服，化解了危机。而在贵州金沙，有一名医生见义勇为，用一把铁锹拍翻了一名当街行凶的男子。近日，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某洗浴中心内，两伙人在争吵。画面中，只见一名男子突然冲进吧台，拿起一把40厘米长的尖刀冲向人群。让人揪心的是，该男子面前还有一个小孩。正在休假的民警孙向南见状，冲上前去，双手抓住男子手腕，用擒拿动作将刀迅速夺下。当时就是很多人在那个吧台买水，然后旁边吧就是超姐，大概两伙人，大多数都是老人和小孩。这时候有一个男的，然后拿着那个，突然间就冲进这个吧台，拿起他们那个切水果那个切瓜那个刀就出去了，属于本能反应吧。然后看他出去之后，我就跟过去了，当时从他身后，然后我就赶紧先把那个刀抢来，把那个现场控制一下。我们都会害怕，但是当时人太多，而且小孩还挺多的，当时第一反应就是上了。后经调查，双方因孩子在休息区打闹而发生口角，该男子情绪激动欲持刀伤人，民警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而在贵州金沙，近日的一起持刀伤人事件也因为一个医生的动作得以化解。监控视频显示，一男子在街头持刀把女子按倒在地，此时一身穿白大褂的男子持铁锹冲出，一下子将行凶男子击倒，路人见状也一起上前将其制服。目击者称，穿白大褂男子为附近卫生室医生。据当地派出所民警透露，目前行凶男子已被控制，受伤女子已被送医治疗，案件仍在调查中。该视频在网络上引起关注，许多网友为医生点赞，但也很担心医生此举会否给自己招来麻烦。近日，该医生也自拍视频进行了回应。公安机关已经认定我这是见义勇为，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感谢见义勇为的好心人。那同样惊险的一幕还发生在了浙江宁波。近日，在浙江宁波一个十字路口，一名男童从电动车的后座上掉了下来。男童一路小跑，追着前边骑车的妈妈，而粗心的妈妈却全然不知。当时路面上车辆很多，孩子的处境十分危险。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当时这位妈妈骑电动车带着孩子，在十字路口等完红绿灯，车子重新启动后，男童从车后座上掉了下来。可这位妈妈浑然不知，掉下去后，男童爬了起来，一直在车流中追赶着妈妈。发现这一情况后，在不远处执勤的两位辅警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飞奔到男童身旁，将他抱到了安全地带。这可能是我人生当中跑得最快的一次吧。当时也并没有想这么多，就一心就想把这个孩子救下来。没过多久，男童的妈妈发现异常后，原路返回来找男童。小孩坐后面，一个人很危险的。谢谢你啊，交警，好，谢谢你啊。
欢迎回来，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新冠疫苗近期在多个国家供不应求，这也催生了黑市和暗网交易。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日前报道，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对疫苗在暗网的交易进行了几个月的追踪。暗网是只能通过特殊方式才能访问的网站，普通的网络搜索引擎无法找到，用户之间的通信高度加密。由于这些特性，许多犯罪分子经常在暗网进行交易。一家网络安全公司的主管称，三个月内暗网的疫苗广告数量上涨到了之前的三倍，而且一直在上升。许多卖家会要求买方以难以追踪的加密货币，如比特币作为支付方式。So initially it was the medicines, how to treat it, then we found the vaccines, and then more and more. This then snowballed on, and what we then found later on was, as they became more interested in society starting to unlock and move forward, we then found more interested in being able to buy negative tests. And also now, with the vaccines rolling out, we're signing vaccine passports as well. 暗网上的卖家声称可以提供100%保真的新冠疫苗。这家网络安全公司表示，他们一月时以$750的价格从暗网购买了一剂疫苗，准备进行研究，但目前仍未到货。We don't have any evidence that anyone's bought successfully and got a vaccine and had it delivered. 此外，售卖疫苗、检测证明等现象不仅出现在暗网上。根据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警告，有一些犯罪团伙也在利用疫情提供虚假检测证明。And they offer these kind of services, providing people who desperately like to cross a border, for instance, to see their relatives, providing them at the border with a fake certificate concerning a negative test result or even a vaccination.网络安全专家提醒称，试图通过非官方渠道获取疫苗、疫苗证明和新冠病毒测试阴性结果的行为极具风险，因为黑客可能会借此盗取用户的身份和交易信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月27日批准美国强生公司旗下杨森制药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投入紧急使用。随着强生疫苗持续推进接种，美国国内多次发生了接种该款疫苗之后出现不良反应状况。目前，美国部分地区已经宣布暂停接种强生新冠疫苗。当地时间9日，美国佐治亚州卫生部门发表声明称，由于出现不良反应的人数较多，出于谨慎考虑，暂停该州卡明市以新冠疫苗接种点的强生疫苗接种工作。据了解，本月7日，该地曾有425人接种了强生新冠疫苗，8人在接种后出现了不良反应情况，其中有1人被送往医院。同样在7日，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处新冠疫苗接种点也被紧急关闭。当天在这里接种强生新冠疫苗时，有11人出现了不良反应，其中2人因副作用反应强烈被送往医院。这一疫苗接种点的负责人表示，出于对市民负责的态度，该疫苗接种点决定终止当天余下的接种工作。未接种强生疫苗的600多名市民被重新安排到另一处接种其他疫苗。目前，美国乔治亚州、科罗拉多州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的部分地区宣布暂停接种强生新冠疫苗。此外，爱奥瓦州也在评估接种强生疫苗后出现的相关事件。对此，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表声明说，美疾控中心已经注意到以上这几个州因接种强生新冠疫苗出现的状况。不过，声明称不建议卫生机构停止接种任何新冠疫苗。因为疾控中心已经对这些疫苗进行过评估，并没有发现值得担心的理由。尽管近来美国社会反对仇视亚裔的呼声不断，但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事件并未停止。近日，美国警方和媒体再次公布了几起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事件。纽约市警方8日公布了一个亚裔女子遭殴打的视频，画面中25岁的受害人正与友人坐在餐厅室外就餐区域，这时一名女子走上前来对受害者进行辱骂，随后还挥拳击中了受害者面部并迅速逃离现场。此外，据美国广播公司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正在备战东京奥运会的28岁日裔空手道选手国米英近日也遭遇了种族歧视。一名男子在他训练时对着他破口大骂，
郭米英表示，令他感到担忧的并非是自身的安全，而是这种种族仇恨快速蔓延的趋势。You know, what if this was my mom? What if this was my grandma? That's where it got scary because I knew that I was able to handle myself with the situation, by being calm. But my worry was what if this was somebody else?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九号在温莎城堡去世，享年99岁。英国社会各界十号继续以各种形式哀悼菲利普亲王逝世。当地时间10号12时起，英军在伦敦、爱丁堡、加蒂夫、贝尔法斯特、英国海外领地直布罗陀和一些军舰上同时鸣响礼炮，向逝去的菲利普亲王致敬。作为对英国王室成员去世的一项传统致哀方式，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为菲利普亲王鸣钟99次，白金汉宫和英国全境政府机构大楼降半旗致哀。白金汉宫10号宣布，当地时间17号下午3点，菲利普亲王的葬礼将在温莎城堡内圣乔治教堂举行，不会举行国葬和遗体瞻仰仪式。尽管英国王室要求公众遵守新冠疫情期间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避免前往王室官邸周边，人们依旧不断前往温莎城堡和女王官邸白金汉宫，在围栏外摆满鲜花和卡片。关于日本政府基本决定将福岛核污水排入大海一事，根据日本共同社10号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目前参与监督作业的可能性增大。报道称，日本政府正在讨论利用充分稀释后排入大海的方法处理核废水中含有技术上无法去除的放射性物质氚，但未能消除渔业人员和周边国家的担忧。上月23号，日本经济产业相尾山弘志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谈后表示，他已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核污水处置开始后继续参与包括确认实施情况、监督放射性物质监测的精度等。格罗西去年12月也曾透露，关于处理核污水一事，若日方提出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愿意立即派遣国际监督团。东京电力公司此前表示，经过处理，核废水当中的绝大部分放射性元素都可以清除，但是氚没有办法清除。他们会把废水里氚的浓度稀释到日本国家标准的1/40，不会对海洋造成污染。但此前媒体披露，即使经过处理，污水中也不可能只含有氚，里面含有碳14、钴60、铯90等放射性物质残留。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污水一旦被排入大海，会造成什么影响呢？首先，日本太平洋沿岸海域将受到影响，特别是福岛县周边局部水域。之后，污水还会污染东海。一家来自德国的海洋科学研究机构的计算结果显示，从排放之日起57天内，放射性物质就将扩散至太平洋大半区域。3年后，美国和加拿大就将遭到核污染影响。位于加勒比海圣文森特岛上的拉苏弗里尔火山在休眠40多年后，9号开始连续多次喷发，火山灰柱冲上约1万米高空，距离火山几公里外的社区被厚厚的火山灰覆盖，大量民众紧急撤离。圣文森特国家应急管理部门10号发表声明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火山依旧冒着浓烟，并称空气中弥漫着强烈的硫磺气味，敦促民众注意安全。在乔治敦社区，火山灰遮天蔽日，当地的建筑、街巷、路边的树木都被厚厚的火山灰覆盖。See, we are agricultural based community. And if this is going to be for next 3-4 months, life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for people within this side of the country. Because if it continues for a very long time.由于大批民众已经被疏散，整个社区空空荡荡，救灾人员仍在搜寻未撤离人员。当地救援组织表示，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这是拉苏弗里伊尔火山时隔42年再次喷发，上一次也就是1979年的大规模火山喷发曾造成大量经济损失。1902年，该火山喷发还曾造成超过1000人遇难。今年1月末到3月初，巴西36岁的飞行员安东尼奥·塞纳所驾驶的飞机失事，被困亚马逊森林36天，上演了现实版的《荒野求生》。日前，他再度乘机返回失事现场，向人们讲述了他的惊险遭遇。
刚刚的视频是塞纳和他的朋友纸人飞机失事现场的画面。塞纳家住巴西圣塔伦，今年1月28号，他独自驾驶一架塞斯纳小飞机运送燃料时，飞机引擎失灵，不得不迫降在亚马孙森林深处。Ali onde eu estava, eu tinha água, mas não tinha comida. Eu estava vulnerável, exposto a alguns predadores. 塞纳说，他最初选择在飞机失事地点等待救援。他有时也能听到头顶有直升机飞过，但由于原始森林辽阔茂密，几天后他仍没有被人发现。Emocionalmente, eu fiquei devastado. Foi a única vez que eu pensei que realmente eu poderia não sair dali. Eu poderia morrer ali. 绝望的塞纳决定靠自己走出去。塞纳说，他在森林里寻找生路时，不但有各类昆虫在他身边飞来绕去，还需要防备毒蛇以及其他猛兽。此外，由于没有食物，他只能吃野草、野果充饥。不过运气好的时候也能发现鸟蛋。塞纳最终遇到了外出采摘的当地人，获得营救。而此时的他已经在森林里跋涉了大约27公里，被困36天。由于长期处于饥饿恐慌的状态，塞纳暴瘦大约25公斤。不过幸运的是，除了有些虚弱和轻微擦伤外，他的身体并无大碍。春暖花开，比利时一家动物园的棕熊经过漫长的冬眠之后啊，终于醒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睡了一个冬天，终于可以舒展舒展筋骨了。比起相爱相杀，这画面是不是好一些？棕熊这样的大型食肉动物，在3到4个月的冬眠期间，体重会大幅下降，需要在夏天努力进食恢复体重，好为下一个冬天做准备。棕熊是陆地上食肉动物中体型最大的哺乳动物之一，主要分布于欧亚大陆以及北美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进入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随着天气不断转暖，户外活动的人越来越多了。踏青、赏花、爬山、野营，远离城市的喧嚣，去感受大自然的清新，总是让人心旷神怡。不过在尽情玩耍的时候，提醒您千万要提防隐藏在暗处的敌人蜱虫，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它盯上。前两天，小林到江苏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皮肤科就诊，他告诉医生，自己左腿膝关节往上处有几个明显的红斑，每个直径约1厘米左右，伴发刺痛。出去玩嘛，然后比较冒神，骚痛。就第二天发现那个身上长了点这个疹子嘛，然后涂了点药，发现2-3天也没好。据小林回忆，当时感觉被虫子咬了一下，并吸附在他皮肤表面，他就赶紧用手将虫子弄掉。后经医生判断，小林是被蜱虫叮咬了，需要用药治疗。他的嗅觉比较灵敏，如果人过去的话，他就会很远的地方就闻到那种气味，他会爬在这个1米高、2米高左右的树上或者灌木丛上面，然后时机宿主过去的时候，他就会跳到人的身上来叮咬你的皮肤。然后呢，一方面呢带来毒素对你的人的损伤，他还可以携带一些病毒螺旋体，导致人体的生病。那么医生所说的爱咬人又能够传播疾病的蜱虫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一旦被蜱虫叮咬，我们该如何及时的发现，又该如何处理呢？蜱虫又名蜱虱、扁虱等，很多地方还管它叫草耙子，是多种脊椎动物体表的暂时性寄生虫，以吸血为生。蜱虫喜欢栖息在树林、草地、灌木丛中，每年4到9月是蜱虫的活跃期。人被蜱叮咬后，有可能会出现局部皮肤红肿、发热、全身无力、头痛、恶心、呕吐、腹泻、精神不振，甚至厌食等症状。特别是儿童啊，比较容易受这个蜱虫的咬啊，这是因为儿童呢比较好动，在户外活动时呢接触的动植物啊更多，同时呢儿童的体温比较高啊，容易受这个吸引这个蜱虫。那么容易被咬的部位一般是皮肤比较柔软的部位，比如腋下、耳后、颈部啊、腹股沟这些地方。如果在户外活动之后呢，发现皮肤表面有痣一样凸起的这种黑点，周围稍微有一些红，拉扯呢拽不掉，甚至呢这个还会动有腿的，那么就高度怀疑是有蜱虫的咬伤了，需要尽快到医院处理。处理的关键呢叫尽早完整的去除包括口气在内的整个
虫体，可以用镊子或者专用的工具夹住口气，缓缓用力垂直拔出，一定要检查一下口气啊、躯干这整个就是皮虫的各个部分是否完整，然后呢用一些消毒液啊消毒伤口。如果说处理不当，比如说拍打、针戳、火烧、烟头烫等一些这些方法，有可能适得其反，刺激这个皮虫啊，它进行呕吐啊，体内的这些带有这种病毒的血液有可能会反流到人体内啊，引起各种比较严重的传染病。当然它这个口气结合还是比较紧密的，如果你拉扯不当啊，处理不当，断在了体内，还是要到医院去处理，不能自己放任，因为它有可能会引起炎症啊、感染啊、甚至出现异物肉芽肿。我们也提醒大家，野外游玩时尽量少去草丛茂密的森林，尽量穿长衣长裤，不要将皮肤直接裸露在外。那外出归来的时候要及时洗澡更衣，防止把皮虫带回家。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前两天我省的天气还是晴朗温暖，但从昨天起啊，这天说变就变，大风沙尘来袭，接下来降雨降温也将齐上阵。记者从吉林省气象台了解到，我省此次大风天气是受蒙古气旋发展的影响所导致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们省的中原的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大部这个通化的北部都出现了大风天气，13号内可以见效了。伴随着大风天气的出现，吉林省天气又要变化了。我省部分地方将陆续出现降水天气。我们省就是自西向东还是有一次降水，大部分地区都会出现小雨天气。降水结束后，我省气温也将大幅下降。从12号午后开始，一直到14号是一个降温的过程，累积的降温幅度在8到12摄氏度，最低气温出现在13号早晨或者是14号早晨，一般的话最低气温在0下5到0下2摄氏度。近期气温波动幅度较大，上下幅度呢都在10摄氏度左右，在此呢也是提醒广大市民，一定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衣物，以防感冒。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大部分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雨。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长春小雨转雨夹雪，16到0下3度。白城小雨转多云，12到0下5度。松原小雨转多云，13到0下4度。四平小雨转雨夹雪，15到0下1度。辽源小雨转雨夹雪，15到0下2度。吉林小雨转雨夹雪，17到0下3度。通化小雨转雨夹雪，15到0下1度。白山小雨转雨夹雪，15到0下2度。延吉小雨转雨夹雪，14到3度。长白山小雨转雨夹雪，11到0下4度。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JLT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烈栏目录制现场门票等奖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